锵锵三人行，哎，最近这个深圳出大事了，成了这个朋友圈啊，这个我在宣泄民愤的一个热点。静默，静默，不能摸了。什么叫禁？对，禁摸限电。哎，限电。好家伙，我一直以来以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行动，但是我看到一些图片啊，我才发现啊，像个运动。它大概是从3月2日，其实这个规定早就有，但是它加大力度了。从3月21日开始，不到10天的时间，已经扣了18000辆电动自行车。然后呢？扣留主要是扣留了将近900人，而且这个数字呢，我听到两个消息来源，因为很多人把这个事儿啊聊到快递，就这个快递小哥都给抓了啊，快递小哥抓了，抓有人说抓了60个人，就抓起来了。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深圳交警急忙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似乎看到一个数字，说是有其中有16个是快递行业的，我就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可以看看这些行动的照片，我觉得挺有意思。你瞧，抓，就全市大出动啊！听说派出所的那个什么工作人员都出来抓，然后你再看，哇，铐起来啊，怎样？然后再看这个送快递的不能骑他那个电动车了，只能用这个板车，所以这几天听说深圳的快递呢受了一定的影响。哎，有些快递也就送的晚了，你看这是乘车乘车的，那么收了这些个电动车放哪儿呢？据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这个电动三轮车的坟啊，嗯，你瞧，他是准备销毁，坟就是坟场，反正都先给你搁在这儿。你看有一个，哎呀，现在网上很多这个煽情的文字啊，我不喜欢太煽情，比方说。深圳这个一度最自诩最自由最开放的城市，如今却像中了恶魔一样，对弱势群体的排斥蔑视和打压已经让深圳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邪路。这说的太煽情了。然后有一个深圳快递哥的内心独白，他讲到了一个当时的情节，他说呼啦一下子一群人围过来，警察、协警、特勤，还有一个慌张奔跑的快递员，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也撒丫子就跑，后背啪发热，恍若惊弓之鸟。但是突然想起自己正在派送的快件，我又小心翼翼地绕着原路折返，手是抖的。我掐了掐自己，骂自己没出息，我又没骑电动车，怕什么？他跟着跑，就像抓那个小贩似的，你知道吧？跟着跑。但是他说这几天深圳禁摩限电。我亲眼见到很多同行被铐走，踹翻在地上，快件洒落时，一位快递小哥赶忙紧紧抱起几件。以前我只知道手铐是铐坏人的，而今难道我们也成了坏人吗？有一个同事，他的父母24小时联系不上他，因为就是关在里边，手机都收起来了，手机嗡嗡响。不光是父母联系不上他，问题是他收的那些个快件啊，人家那些都收不到就着急啊。最后说是同事被扣留8个小时后，经理花掉5000多元把他赎回来了。他叹着气告诉我啊，这8小时如何如何难熬。就说这个出来之后啊，第一时间打开手机，满屏的信息吓了他一跳，200多个未接电话，300多条微信留言。他没想到自己消失的大半天里竟然有这么多人寻找他。我们的快递事业重要吗？也许吧，但至少我们是被人需要的。这写的。是很奇怪啊，但是大家不要恐怖。我现在认为很多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也希望这个主持正义哈，但是我觉得呢，有必要说的那么样的这个恐怖，就是说我看到的很多朋友圈啊，简直就是把深圳说成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可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啊，我同意过去王猛的一句话，就是说啊，任何一个人想用一个简单的态度，一两句简单的话就告诉你对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那么这一般都是不靠谱的，就是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复杂性啊。因为他不管他粗暴不粗暴，恐怖不恐怖哈，问题还是要解决啊。因为当他说要这样抓的时候，要这样限的时候，他是有理由的嘛，他不会说突然我喜欢要抓哈，他是说什么阻挡道路危险等等等等。可是长期有这种情况，表示那个社会有需要嘛，
像很多这个等于城市管理，不管你进什么线什么，你总有个另外的出路嘛。比方说那时候香港也是啊，进白牌，现在白牌其实有点像现在的 Uber 一样，就是它基本上没有合法的保险啊，私家车来做出租车的事情。我们一出门，哎，在讲70年代而已啦，70年代中期啊，一出门就有车，也有那个小型的摩托车开到你前面啊，去哪？去铜锣湾啊，7块啊啊，5块行啊，上去一样啊。后来他政府怎么样来进呢？一方面进，一方面就地铁嘛，各种的交通嘛，巴士嘛，单程改为双程，而且充分告诉你啊，大概我们那个城市的需要量是多少，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提供多少，什么时候能够满足，这样双轨进行才行嘛。那个还是已经有了，只不过新闻没报。你觉得深圳这个行动是什么意思啊？深圳他那个这么紧急的这么或者说有点粗暴的这么执法哈，就不能持久，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前提是问题是要解决的。现在很多的我看了一下网上啊，很多人对于该不该禁止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上不上机动车道本身就有看法。那这个呢，我觉得社会共识没有形成，有关方面做的不够，就是你先得让不管开车的也好，坐电动车的也好，行人也好，先要形成个共识，就是不规范的、没有牌的、不合法的车上路是有危险的，是应该抵制，是应该逐步取缔的。这个共识没有形成，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没有形成？我们可以讨论。第二个，就你突然这样整，甚至有人说是抓到是有钱的，就是说执法机关哈拿到是有奖金的。那即便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也就不能持久。你这一抓一阵，过一阵又不抓了，他照样还是出来。而且民众的这个反逆反这个心理啊，特别会上升到现在，就是他们现在深圳的人简单到两个，就是你开车的跟我们其他的人呢、啊，你开车的人说我们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哎，这个阶级矛盾就不应该。我现在甚至看到这个北京的党媒也在批评这种做法，就是说这样不好，而且就是好像基本上咱们看到的信息渠道、评论渠道啊，没什么言论说这样做好的。但是呢，我倒是认真看了看深圳交警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我就说啊，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路权的问题。对对对吧？对，这个路权的问题呢，是多少年前你规道路规划设计、城市设计的时候的疏漏，对吧？你把难道只有开小汽车的才有权利吗？所以这个样很容易引起人们怀疑你的动机，对吧？就是说，你们这些坐小汽车的人制定的政策，你只知道照顾坐小汽车的这个路权，啊，那么你不说这个我们这电动摩托车。这个电动自行车，二轮的、三轮的，还有摩托车，这都是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快递的这个行业，甚至有人更进一步的去揣测你们这个动机，那么就是说，哎，你这个要配额，因为当然警察说的啊，警察说的就是说我们抓的都是非法的。无照，非法拼装，你来登记有牌照就可以。对，你超过规定，而且我们集中抓的是那些非法载客的，在地铁出口、火车站啊，或者在一些重热闹的这个主要干道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只干着这个执的法。那么将来怎么办？将来呢，我们当然要考虑到这个快递行业，但是我们要这个配额。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当矛盾尖锐的时候啊。那就直接说配额什么意思啊？配额又是多拿钱，对啊，就是多这个渠道，所以事情一到官民冲突啊，事情就坏了。但这个事情不应该演变成这个事情。有几个我可以讲，这个世界上最发达最好的城市交通情况，比方说哥本哈根丹麦，那谁都说它好。那它的路呢是分三条，机动车就汽车走的，行人走的，中间专门一条自行车走的，你人站在自行车走的说话，马上自行车就很愤怒的对着你，因为你挡住他的路了。我们的路呢，现在中国的路呢，两个人行道、机动道，那你让这些车他自行车改装，其实就算有三条道，就算中国现在出现三条道，机动车、自行车、行人，
问题是这些加了电动机的自行车，它应该算自行车道呢，还是算机动车道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哎，你明白？要是有的警察就说了啊，说他有的非法改装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功率已经接近了小汽车的标准。对，你要是接近小汽车，那你要坐摩托车，摩托车是合法的，但是和摩托车你就得有牌照，你要戴帽子。你香港也是，而且我们开车的人有一条基本训练。前面一辆摩托车，它的权力相当于一辆汽车，你不能因为它小，你就可以挤过去。它的有权力，但是问题是他们又不走这条路，他们现在走的是自行车道，或者干脆在人行道。所以长远来说呢，从城市交通来说，包括从我个人经验说，是很危险的。但是问题是，目前这样的做法，它没有一个长期的考虑，又是就目前的抽一个成绩。掀起了这种情绪，还有一条完全没考虑到的，目前深圳大量的这种电动车啊，它不是交通工具，它不是生活用品，它是生产资料。什么叫生产资料？他们最大出现的是两种，一种就是快递，就这个三轮，对，到处送；第二种就是在一些地铁口啊、巴士站。你们有一段路到不了，公共交通有一段路到不了，对，所谓最后一公里，他们就在那里兜客。那么对他们来说，这个车不是生活用品，这是他的，就我们科学讲法，就生产资料。你看，所以你就断了两个行业了。所以为政者他必须明白一件事儿，对，就是存在未必合法，但是存在就是合理，对，是吧？就是需要嘛。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知道，这就是中国，我觉得有一个很荒诞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其实我们违法普遍，对吧？但是这种违法呢，有的时候你也就是一个管与不管。你比方说，你看，这就是像我刚才讲这个信，就是哎，你要抒情，你可以很为他感动。今夜深圳的兄弟们，你们都睡得着吗？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快递员，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为什么要被推翻车子，把我们的生产资料拿走，还要给我们戴上手铐，还要给我们戴上手铐，我们难道是罪犯吗？可是警察那边说呢，你是非法这个什么，没违法嘛，对不对？你要是哎，你要是说汽车无照驾驶呢，把你铐起来，有汽车是把你的那个驾照吊销啊，他最严重就把没有驾照。可是就有人说了，就说这个事情积重难返，你让这些个现在就在说以后我要管起来。你有照可以，对吧？那有照呢，就要办手续，然后快递公司又要跟什么商家呀去要配额呀，又办这些手续。你知道中国人最不爱办手续，是吧？那我觉得每个城市都一样了，权力在公家手上，当他要使用它的话，其实不存在什么积极难返。好，每天抓900人，每天抓几千辆，假如他要这样做哈，按道理他是能做的，公权力所有的权力工具的武器的在他手上哈，可是重点在于说，我们刚讲了半天，就是我最后讲需要两个字，一开始也是讲，当你有任何的手段去管理这个城市，你不正式去解决市民的需要，那任何做法都是粗暴的，你根本没解决啊。快递员，你整个城市现在大家生活需要当然是生产工具啊，生产工具啊，可是里面倒过来看，我需要啊，等于我需要那个快递员替我送东西，他没，那你抓了他有没有其他，我总要解决我的需要嘛。当你不去正视，不先去告诉大家，你不先了解那个城市的人这部分需要什么啊，那你就粗暴地去抓，你有权利这样做，你有法律根据这样做，可是你没有解决问题啊。就回到子东说，那不可能长远啊，因为那个需要，好吧，你抓了这一张一样的，
到头有其他非法的东西，非法脚踏车，非法这个那个哈，非法板车哈，那不行了。像台北啊，台北跟吉隆说台湾的例子，不要说陈水扁年代，陈水扁做了不管他什么万恶，他做了一个事情，整顿交通哈，什么分道啊，什么都是陈水扁那时候弄的。我们以前很过瘾的，就台湾骑机车，可以穿拖鞋，可以不戴头盔，每个人都那不算违规吗？我那个年代不，现在就不行了，不算，这是陈水扁弄的嘛。我以前很自由的，当然很危险，就感觉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周润发阿郎的故事哈。啊，后来陈水扁就那个弄规范化，对，现在是柯文哲嘛，最近就闹了一个新闻嘛，很重要，对他的名望哈掉下来，就是他说是有什么很日本的汉字的感觉。像弄净空，像小巷的巷，小巷的巷，像弄净空，就是说，哎，把那个巷子要弄清楚，不要乱停车，摩托车什么要抓啊，不能乱停车，封住。那结果名望全部掉下来，为什么呢？很简单，他说，因为当地台北市啊有分邻里嘛，很多里长不合作，60多个里长只有2个人说配合，那柯文哲说不配合，全部关起来啊。然后另外呢，那普通市民呢就说，哎，那你好啊，你可以关他们，可以不准我们停，那我们的车怎么办呢？我们放哪里？你没有提供这个位置，你这就是粗暴了。他的名望支持率马上从63啊掉到49。哎，你说这台北，我就跟你说，台北就是这么，你说台北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他生活的方便让我无限留恋，以至于我想到那儿养老。但是呢，他确实没有那么好看。这是很有一个街头一景，就是摩托车。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台北的这些，你看，这就是咱们在台北很熟悉的。他这感觉摩托车呀，这个比这个小汽车多似的。他是在机动车道。哎，他是享受机动车。对对对，你再看下边，哎，你看这个街上的交通就是这样。他们是比较守规则的了，对吧？相对了，你再看下边。当然话也不能说得太满，你看这数数吧，这个车上坐着一家五口，一前面是孩子，一二三四五，还我一家五口坐这么一个这车，然后呢，在台北啊，在台北啊，台湾吧，你看台关于台湾的这个摩托车的这个情况啊，还有一个宣传片，你可以看看里头的呈现。全台湾一半的刹车皮都被北部人用掉了，北部人骑车也很奇怪，都喜欢用吐的。每个都很有力争上游的精神，一定都要赢在起跑点上面，每一秒都是人生的关键，很奇怪呢。赶在人生的2秒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还是有服输的时候啊，可怜的是无辜的刹车皮。你看是要好看还是要方便？人口集中的城市啊，各有各的方法。日本呢，车那么多，可是它大部分靠铁路，很少人靠上下班靠开车。台北就是摩托车成为主流交通工具，欧洲也主要不是开车的，也是靠这个。中国啊，一步跨越学美国，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啊，只以汽车为主要流。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设计。现在的问题，我听他讲，我的数字不一定准确啊。要真按一人一票的话，哎，深圳的这个小汽车这种车大概才300多万辆，可是这种摩托车电动车400万。对，要投票，那人民那不是摩托车人民，他应该获得更大的权重。但是一个更基本的一个共识应该形成，就是说，像深圳目前这样的情况，不是深圳特别的。这种车的乱交通，深圳不像台北一样车都往一个方向，它是这样来的，对不对？它的车都是横的，汽车这样开，它是这样转的。这种景象哈，这种车上载的人多哈，是跟国家的发达程度是成正比的。我看到类似的景象在哪里啊？我看到比深圳还要乱的，克什米尔，就是那个印度跟巴基斯坦中间那个地方，这个满街的乱呐、啊，还有。最发达的是柬埔寨首都金边，
哇，那真是人各种自由啊，各种不同的车。我得说一句话，虽然我非常非常理解弱势群体开车人的痛苦，但是这总不是一个好事情，总要想办法。但是政府目前想的这个办法不是好办法，但是总要想办法，不要认为说啊，为了我们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我们就应该这样随便开车。深圳这样局面哈，跟深圳想达到的国际形象是不合适的。但是政府要办两件事情，佳辉刚才讲，一个就是你那些产业生产资料，你要给他们出路啊。比方说你交通设计，为什么到了一个点大家还要搭车回家呢？你这个中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方自行车，还有什么方法或者更方便大家到家呢？还有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并不是所有的都受打击啊。据说顺电，他说他就没有，是叫顺电吗？顺丰，他就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因为他都是靠二轮送。那这个里边也有一个劳动成本的问题，你取消了三轮以后，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机动车、自行车跟人行道三条路，现在这些车最理想的应该放在哪里走？如果这个问题没想好的话，他永远在人行道上走，那这个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也就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中国的特色就是不大重视交通规则的问题。对，就老是滋溜一下钻出来，滋溜一下钻出来，就是有时候他觉得出事儿。但是呢，人家也抗议，就是说，那机动车、小汽车交通事故死的人少啊，对吧？所以说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个好像查禁这个摩托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摩托车或者个电动自行车、三轮车还是这个中低层的这个市民呢，他很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问题是你要有路给他走，而且这些车都要有牌照。他们就我看一篇文章就讲，台湾的一个教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政府，如果你公共路网建设你达到了这个水平，你有资格管。你要是达不到，对吧，你搞的市民还是这么不方便，不得不坐这种小车的话，不得不骑这个玩意儿的话，那么你也没有什么资格管得太狠。其实说白了，这个里边啊有这个法治社会的另一个说法。这我们过去老以为啊，这个以法治国呀，就是严格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实际上我现在觉得，就像我那天说欧洲那个恐怖主义，说现在要这个对穆斯林呐、要就业平等啊，什么对移民啊就业平等。我说其实所有的真正的平等在执行的层面上，它都是意味着倾斜。就是因为实际上真平等的话，你不会请这个外来移民的，他连路都没有本地人熟啊。实际上真要平等，你就必须是大力的倾斜他，才能实现这个平等。那这是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对啊，那同样也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台湾这个教授就是讲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比如这些摩托车呀、电动这个自行车啊、这些车，哎，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说在执法上面来说，对这个中下层的很多事情，就像是这个摆摊小贩，只要他不太占道，通常执法，你要说真是说，哎，咱这个法律彻底禁了吧，也会，对，不是，法律彻底放开了吧，也会带来混乱，示范效应就出来了。但是呢也有这个法，可是在这个地方具体执行的时候呢，睁一眼闭一眼。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法治原则。香港以前就是春节的时候，小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会说没有，我非常高兴啊，那个教授讲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教授是你的学生。而且没我讲那么清楚，精彩啊。我说的句子是说那个你没有合理的方法解决市民的需要，你政府任何的行动都是粗暴啊，不管你的动机多么好。我记得有个忘记哪里的市长啊，外国的，讲一句话说，哎，要管理城市不是靠打压的，是用靠什么规划，翻译为中文要 planning 哈、规划。你没有规划的打压，就是粗暴嘛。
所以你的规划当然就像子东刚一开始讲的，你要凝聚共识，对不对？然后要宣布，要缓冲期，要给你，就像我刚举70年代香港的例子，对吧？他要告诉你，给你看到希望，对吧？我不是说放心，我打压你之后，以后会解决。至少有一个阶段的市民讨论，让大家来共同来想这个问题，有吧？有的怎么办？对不对？而不是突然采取行动。对啊，你要行动之后，他规划出来了，有个不阶段告诉你，给你看到未来的希望嘛？对，我大概什么时候地铁盖什么线？现在没有啊，我们去深圳，有时候不搭那些非法的车，也根本找不到车啊。我其实就是有点悲观。因为我觉得啊，我这是受国家发展水平的限制，各级的这种管理的水平的限制，我总是说你中国你得承认你毕竟还不是发达国家，这个意思啊是具体到你每个部门的这个水平，它这个管理水平，你看咱们这个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它能达到世界先进城市的这个程度吗？它你水平在这儿，所以呢我老觉得啊，这个城市恐怕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是水至清则无鱼，你哎没有一个好办法，说实在的，我认为在相当可见的将来，那么于是呢这个把握一个中庸之道来对待这种，他已经规划了，他已经规划你们个个都开汽车了，就是忘掉了还有